一鼓作气。松山国小老师及志工妈妈们将鸬鹚与菊花珠锦的美丽图案以绢印手作方式分别印制在帆布袋及衣服上，为活动留下纪念。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开办喜口礼与文化体验营，将区内资源串联，透过志工妈妈将学习的内容分享给孩子们一同成长。我在这里其实就是承袭也感受我们几位老师那长期对社区文化的关怀，还有不断的去探索发掘有没有一些创生的可能性，所以规划了一系列的课程，然后跟我们区民跟我们各界来分享。那大家也就在这样的带动之下去感染了这样的文化氛围，来认识我们生活的环境。我相信这个课程因为在之前哦，在寒假期间已经有小朋友上过，非常的踊跃，而且收很多，而且还有附加价值，这个后续还有一些生态的一些介绍，还有就文学的体验。也就是说这个课程里面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美劳操作的，还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松山区副区长施淑礼表示，松山社大及鸬鹚老师长期关怀在地社区与文化，不断探索及发掘在地创生的可能性，并规划一系列课程与在地居民分享，共同打造松山区精彩永续的生态环境。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